牛蛙，双马，把空调关了，好，非常好，别忘了把空把调老师搞关疯了，了。把。双满，早上好。双满，双元，以后上课不可以迟到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迟到不行，迟到不可以。来，我们看这些。双满，请你把你认识的词语读给我们大家听，可以吗？读书活，做。接，啊，借，很好。除灯和会议。很好，来这里词典，词词典。典，哦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学习的是"还"，另外一个发音"还"，"还 to return"，就是"还"。那借还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"还"，还可以说还钱、还书。去图书馆借书，我们要还。来，现在请山蜜，山蜜可以把你认识的读给老师听吗？图书馆托，借。山蜜刚才说。山蜜去图书馆借过书，词典，词典，词典。灯，灯，环，环，会议。双元，图书馆借对，词典，词典。对，灯，灯，对。你晚上睡觉之前要不要关灯？关灯。要要，很好。还。还还，很好，这一个。会议。会应会议，会议。会应。对，会议，会议。来，双满，把你认识的读给我们听。解数，忘记，空调，关，地，最后刷。一个，非常棒，全部读对了。结束，结束，忘记，忘记。空调，空调，关，关，地铁，地铁，双，一双，两双，双，一双筷子，双。来，现在请双元。减少，结束。结束，对，结束。结束，结束，这个，结束。来，声源。
忘记。忘记。空。空调。空调。对。老师知道了，你们那边非常热，那你们会经常开空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这一个。关地地什么？地铁。地铁。对。窗。很好。哦，算命，算命，请算命，请算命来一次。来，算命，从这个开始，结束。结束，忘记空调，关地铁窗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来，双满。来，请双满。双满，你还，双元，请问你的妹妹还在不在？双满是不是离开了？那现在，哦，双满，双满，你刚才离开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离开。啊，你没有离开，好，非常好。那双满这些，筷子。啤酒，啤酒，瓶子，瓶子，对，瓶子，瓶子，瓶子，笔记本，电子邮件，习惯，很好，这里，啤酒，啤酒。啤酒，对，瓶子，瓶子，瓶子，电子邮件，电子邮件，电子邮件，很好，习惯，习惯，很好，习惯，嗯，双满，非常好。来，现在山蜜。筷子，很好。啤酒，啤酒，啤，对。瓶子，瓶子，嗯，笔记本。电子邮件，习惯，习惯，对，很好，习惯啊。上课的上课前几分钟，善蜜告诉老师，善蜜习惯用电脑学习，就是说善蜜常常用电脑学习。这里有筷子、啤酒、瓶子、笔记本、电子邮件、习惯。那现在请双元。筷子、啤酒、瓶子、瓶子，对，笔记本、电子邮件。
习惯，习惯，习惯，很好。那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学习。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对，图书馆，图书馆。双满，双满，请问你有没有经常去图书馆？我不经常。哦，你没有经常去图书馆。那双元，你呢？我也不经常。哦，你也不经常去图书馆。那双满，你没有经常去图书馆，但是你去过图书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去过图书馆，你去图书馆干什么？读书。读书，读书，你去图书馆读书。双元，你去图书馆做什么呢？看书。看书。香蜜呢？来，山蜜去图书馆做什么？借书。非常好，借书，很棒，借书。这一个词典，词典。双满，请问你看到了你不认识的汉语词汇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不认识这个词语的话，你不认识这个汉字，你怎么办？我查词典。啊，你会查词典，很好，查词典，词典，现在比较好了，现在电脑上，电脑上面也会有电子词典，电子词典，我们可以直接上网去查。还有下面的这些，双元。用词典。嗯，这个知道吗？老师这样，这叫什么？这样这样，这个动作翻，这叫翻，从这里到这里就是翻，翻词典，翻词典，对，翻词典，翻词典就是这样翻。翻词典，翻词典，翻词典，很好。山蜜，查词典，查。查词典，用词典，翻词典。对，查词典，这个查呢，检查的查，核查，检查，查，查词典，查词典。好，这些，双满。念动，快动，惯动。现在，双元，看老师，老师把什么东西打开了？灯。灯，很好。现在呢？老师把灯怎么样了？
关了，对，把灯关了。这些，善蜜。空调。对，空调。那这里呢？我们把空调怎么样？开空调。对，我不想要空调，我不想开空调的时候，我把它怎么样？下面关空。对，我们可以说开空调、关空调、买空调。庄园，如果家里面的空调坏掉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开空调。哦，坏了，已经坏了，不能打开了，也不能关掉了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想要？买空调。对，去买一个，因为家里面的空调坏了，它已经坏掉了，所以买空调，我再买一个，把旧的空调换掉，换了也可以。来，这些装满。准地铁，地铁站。庄园，乘地铁站，善蜜，来善蜜，你有没有乘过地铁？有，你觉得乘地铁方便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老师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地铁非常快，非常快，非常的快。老师，去逛街的时候，老师去公园的时候，都会乘地铁，地铁特别的快，特别的方便。来，双马。一双筷子，拿双筷子。对，拿双筷子。双元，这个地方有多少双筷子？八双筷子。啊，八只筷子。双，你看，这才是一双。双就是两个，双就是两个，就像双圆、双满，你们是姐妹，对不对？圆圆满满，对，所以你们是两个人，你们是两个人，圆圆满满，双就是两个，所以是两个人合成一起，一双一对。我们经常说你们两个是一双姐妹，一对姐妹，对不对？这里呢，就是一双筷子，一双筷子。你再看一下这里有多少双筷子？两双筷子。这里全部有四双筷子，四双。这个才是一双，这一个汉字，对，这一个汉字表示两个，这里面有两个，这叫一双。再想一想，双满。你们家有多少个人？我的家有四个人。
你家里有四个人，那你们吃饭的时候需要多少双筷子？2双筷子，两双吗？你们有四个人。1双。一双也不行。这里才是一双，一双哦。这里只有一双，你们需要四双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用一双。老师，这里没筷子。哦，有。你看到了吗？双满。关到了。啊，老师手里面的这个，这是一只。放在一起，两个，对不对？双，这样才叫一双。这是一双，放在一起，把两个放在一起，这才叫双。那现在这个地方只有一双，只有一双。那你在家里面，你们吃饭的时候。需要这样的多少双？你再想一下，需要多少双这个？四双，对不对？四双。对，好，来，山蜜，你们家有多少个人？五个。你们家有五个人，那每一个人用一双筷子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用一双筷子，那你们需要多少双筷子？五双筷子。对，五双筷子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棒。来，这一个，这个请双满。绿色的瓶子，三个瓶子。双圆，这个地方有多少个瓶子？有6个瓶子。六个瓶子。山蜜，你的桌上有没有瓶子？没山蜜，你有，的桌子上没有哦。老师这个地方有，老师还有个一个瓶子啊。老师有筷子，筷子掉了，有筷子有瓶子，这个杯子，杯子，这是瓶子。请问山蜜，杯子瓶子哪一个高？瓶子，瓶子高，双圆，哪一个矮？是谁矮一点？哪一个矮？蓝色的杯子瓶矮。子，你再看一下，是杯子矮呢，还是瓶子矮呀？杯子矮。矮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等一下，下一张，双满，2瓶啤酒，喝啤酒。好，双满，你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有多少瓶啤酒？这个地方，你看，你看这里有多少瓶？你能看到几瓶？四瓶。瓶，你看一下瓶哦。这样的，
像这样的才叫瓶，这样的是杯子。你再看一下，有多少瓶？老师只看到了一个瓶子，这个地方，一瓶。好，老师再问一下，有多少杯啤酒？来，说完。四杯啤酒。很好，对，这个时候就用杯，四杯啤酒，啊，这个地方只看这里，这里呢是有四杯啤酒，这个地方用瓶，瓶，放在瓶子里面的才是瓶，放到杯子里面的用杯。老师想问一下，少元，你有没有喝过啤酒？我没有喝过啤酒。哦，没有喝过。老师也没有喝过。啊，山米肯定不能喝啤酒。我们不能喝，现在不能喝。来，这一个。双满。买笔记本。换笔记本。用笔记本。山蜜，在这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书和电脑。啊，电脑，电脑也叫做笔记本。这个东西，我们一般都说笔记本，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电脑，像这样的叫做笔记本电脑。书啊，这里有一个手机，还有一支笔，笔记本电脑。来，双元，买笔记本，快笔记本，用笔记本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现在。双满，写电子邮件，发电子邮件。好，发电子邮件。山蜜，你有没有给你的朋友发过电子邮件？有。嗯，有发过电子邮件。在这上面可以写很多很多，希望朋友变得更好，希望朋友很快乐，希望朋友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发给朋友啊，朋友。